什么东西？是这样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哎，你这样会爆到手。你小心点，竖起来，竖起来，对，斜起来，对对对。你不要教我，嫌我很蠢，你是不是？我怕你划了手。我做过，我做过，我真的做过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知道这个划一下手，就整个皮就没有了。啊，那就西红柿炒鸡蛋，我成员很爱吃。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什么？那个你知道有道菜？你不知道他怎么？等一下，弄胡萝卜的吗？有点不顺手，救命啊！我看完这胡萝卜，对胡萝卜阴影更大了。不是，我打鸡蛋很厉害。真的非常厉害，我会徒手打鸡蛋，徒手打鸡蛋，对，你可以吗？你是两个这样碰吗？我一个手，你不用桌子啊？要桌子啊？那算什么徒手？你是叫的一只手，一只就是你这样把它捏碎的那种，你可以来一下吗？你可以来一下吗？我不可以，我听你说可以，但其实可以打。哎，别，那用你的。